地三鲜的做法。准备食材：土豆、茄子、青椒、蚝油、香醋、酱油、小米椒、食盐、香油、味精、蒜末、姜片。一、将土豆、茄子和青椒都清洗干净，切成滚刀块备用。二、将少许蚝油、食盐、香醋、酱油、白糖、味精、小葱碎放在小碗中，加入少许清水调成汁。三、锅中烧足够的油，将土豆下锅油炸至表面金黄后捞出。将茄子和青椒下锅炸软后捞出。四、锅底留油，放入小米椒、蒜末翻炒几下，加入调好的汁，开大火烧开。五、将炸好的土豆、茄子和青椒翻炒均匀，淋入香油，美味的地三鲜便可以出锅装盘。